看我家楼下，今天不知道哪个的领导来检查了，平时这素菜包抢都抢不着，今儿有领导过来，这菜就也是安排这个点儿，都过来了，看着没，都在道上呢，这不知道哪嘎达的过来那个检查来了，平时订菜都没有，今儿一说有那个检查的，这蔬菜包也都到了，这是给谁看呢？你说呀，多半都是掩人耳目。这栋楼要解封了，喊了大半天，没人愿意下来拿国旗唱歌，演砸了。